大家好，今天要讲解的是 Problem Set 11的第六题。那 Problem Statement 是 In an alternative universe, you've got the impossible an infinite heat reservoir containing infinite energy at temperature TH, but you've only got the finite cool reservoir with initial temperatures TC0 and heat capacity C. Find an expression for the maximum work you can extract if you operate an engine between these two reservoirs. 所以，就是它有两个 heat reservoir，一个是比较高温的，就是 TH，那另外一个是比较低温的，是 TC。对对，然后我们有一个 engine 在中间，然后呢，它会从高温的 infinite heat reservoir 拿到能量，然后呢，接着呢，做功，然后产出它的功。W max，现在还要我们取得的是它的 maximum work，所以在这段期间，它做的功就是加起来就是 maximum work。那接着呢，它会把能量释放到这个 core reservoir 里面，所以这就是整个能量的流动状况。那这个另外它提到的是 core reservoir 的 heat capacity 是 C，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 B 热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capacity 是 C 的情况下，代表它能够接受的能量就是 C，也就是它的类似比热乘以温度，然后就会得到能量。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从 TH 到 TC0 这个温，TC0 到 TH 温度这个期间。engine 所做的功加总起来就会是它的 maximum。那为什么是 TC0 到 TH？因为它下面是一个 core reservoir，它是 finite 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无限的吸收能量，它只能吸收有限的能量。那吸收有限的能量之后，它的温度就会提升，所以能量会一直从这个 infinite heat reservoir 这里无限的流出啊。但是这边只能吸收有限的能量。那当它能量停止吸收的时候，代表两边的温度相同，所以呢，能量就没有必要再进来了。所以，当 TC0 变成 TH 的时候，就是能量停止吸收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段期间。那这样之后，我们会知道，当我们在做功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功就相当于，比较高的状态减掉比较低的状态。那我们把这个，比较低的状态这边的这个体指的是，那个瞬间，就是在。某个温度的时候，这个温度就是 T 的时候的能量，那这样减下来就会得到它的功。那我们把 QT 提出来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那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capacity 是 C 嘛，所以呢，当在 T 这个时候的时候，它的 QT 的来源就会是 C 乘 T 的 T，就是 temperature。然后这边的话，因为这个东西会等于 TH 除以 TT。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代换过来，就这个比值是相同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式子。那当我们的功改变得非常小的时候，就是在某个瞬间做的功，那时候就会是用微分的方式，所以就是 dW，因为 dW 会等于 c 乘以这个东西。然后呢，要注意的事情是，这个地方是变数，因为T 的 T 代表的是这个温度，这个时候的那个温度。这个温度的时候的这个温度，所以那上面的 TH 值的一直都是最高温度，这也是它会从最高温度，然后一直改变温度去接近它的最高温度，所以下面这个是变数，然后上面这个是定值，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式子。那接着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做积分。所以呢，所有的能量加起来就会是 maximum work。maximum work 是把它的温度从 TC0，TC 是比较低的，从 TC0 一路一直升到 TH 的这段时间所做的所有的功，所以是对温度做积分。单位是这个 TC，就是那个温度的时候的这个温度。那接着我们把 C 提出来，然后把这两个拆开，就会得到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要注意的事情是，刚才我们这边的 T 是大 H，指的是最高温。那在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最高温根据题目叙述就是这个 T 小 H，
所以呢 T 小 h 这个例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一个定值，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提出啊，那我们这边就变成 TT 分之一，所以这边就会是 long 的 TT， 然后对它做积分这样，然后积分完出来结果就会长这样，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引擎的 maximum work 会是这个结果。好，以上。